肯定。刚刚也就是刚说出大热门的心声，这么认真做节目是不是说之一哦？对，是宇宙的唯一。真的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表演。像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去花钱买的，现在是在埋怨的。对，没有，我不敢抱怨。强敌环伺，最后厮杀。我难过的是，想合体，想同台，想一起开演唱会。很少已经有节目可以好好的表演啊，虽然最后都还是被宪哥数落。至少。下来也不容易，也不他放人家那个在小巨蛋连续唱15首的，是说张学友吗？是我。好的，第五名的夺主是庞崇盛、黄靖伦、杜丽34650票，恭喜庞崇盛。谢谢，我先看看回顾嘛，哦，来。看得出来他最近一定有受过很大的伤。虫虫，对不起嘛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没有事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可以来我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可以去，我不确定陈汉典以后可不可以去。真的开心哦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来，讲讲你心里面的这个得奖感言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到最大的奖，小确幸。对，不，这对我来讲是大的，而且实实在在的拿在手里，观众投票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有用过心力在这边表演，对啊，要真的感谢大热门的制作单位，感谢三位主持人，谢谢虫虫哥，讲得这么温馨，我们还是要玩游戏。我上道具。好的，我想你现在应该后悔得到这一个奖项。哎呦，不错哦！哎，其实我觉得啊，这节目时间够长。哦，不过我们这是两集的量啊。铁肺吹球嘴，一本要吹过5个。角度很重要。开始。完全没有风，好可怜哦。你要侧边。哎。他都第5名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没有，说真的，真的不想得奖。哎，这样，最后一个。哎，掉了，要重来。没有，真的。30秒了。我是有。有。叫。最后一个。有了。时间来到1分钟了，还有2分钟，慢慢来。哎，快，靠近点啊！来，为什么觉得现场的摄影师越来越模糊，阿公的脸越来越清楚？有模糊哈，你看我都到有经验了，有没有？我看到阿公的脸了。OK 哈，加油！我也哎，真的有心得了，越来越厉害。好，最后一球，还有1分半，慢慢来，1分半。哎，你刚，我干脆一口气喷到底了。先瞄准。很强哎。厉害，好的。强哎。啊，请抛高哦。3000元，来哦！腿二，来给我看哮喘的病。呀，腿二，谢谢哥赞助。OK，宪哥3000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喇叭一组，
宪哥那个随意贴喇叭 ，Jacky 的喇叭 ，Jacky 喇叭，好不好？太好，太好 ，OK 吗？对对对，你好像很失望。没有，他以为要加钱。他比较想要开火器，对，钱不错啦。我刚才有一个朋友拿到500，结果最后还归零。我没猜错，我好像有目睹那个过程，而且我们还说要给他再值一次，后来都没有，大家都忘了，就当作没这件事情。大家假装就这样。哦，你现在才想起来啊？我刚刚有想起来，但想说不想耽误大家。没有没有，那个牌拉掉就不能再要了。过了，你又不是没打过麻将，这个合不合理？对对对，哦好，好，谢谢，来，请看第四名。接着下来颁发十大经典表演第四名。35440票哦耶！这观众朋友一票一票网络上面投出来的，各位 ，The winner goes to 西小瓜，恭喜！西小瓜，恭喜第四名，能编舞、能唱歌、能跳舞的他，2017总共进行了5次表演，恭喜你！谢谢你。上来看一下我们精彩的第四名回顾，来。每一个小细节都非常仔细认真，你人生啊就像过了河的竹子一样，没有回头路，退路就是往前拼。谢谢大热门每次都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去展现自己，一定要的。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不红你要做什么？都已经那么感人的时刻了，嘴巴真坏，对不对？开心会不会很气？刚刚没有拿到奖金，不是我，刚刚是思雅呢。哦，我是思雅。现在我觉得会连庄，四段对不对？好，发表这个得奖的一个感言。对，其实因为从大热门颁奖的典礼开始，有的时候我每一年其实基本上都可以来做演出，然后其实我每一次都很开心，可以跟大热门就是要求说我想要表演什么，他们都不会给我说不行或者是否定我，都会对大力的接受。然后当我要求说我想要什么道具，我希望可以有什么样的内容，他们都可以尽力帮我做到。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再让他们就是接受其他浪费钱的感觉，所以我都会把舞编好啊，然后表演想得很好，然后每一次服装都是希望不要浪费钱，像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去可能自己想，然后自己去花钱买的，就是这是你买的吗？对，现在是在埋怨呀？不是，没有，我们俩抱怨，因为我很胖，没有要找我。就是台湾其实只有剩下大热门可以让我有机会展现自己，是了，所以我就很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每次看到宪哥，然后露露啊，他脸哥都会节目结束都会说今天超棒，然后我都很想哭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就因为你真的很棒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好啊。因为我其实对，反正就接受很多不一样的。玻璃心，你看讲到心坎里就想。对，我每次都会想哭，但最后还想要谢谢是大热门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有粉丝。不要那么难过，你等一下看到奖金更会哭。谢谢，太好了。我跟思雅竟然有板子哎，我们竟然就是可以因为大热门的关系，让我们有粉丝，然后他们都会努力投票。其实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是，我们为了加速节目的进行，我们就用命运旋转帽。好，直接来处理，来一次决定就可以。这样，灯辉，你心里面会不会舒服？有人跟我一样，我就 OK 了。一样，那很好玩。来，要开直接开始吗？开始，总共要抽三根。好多三支啊，麦克风要小心。好，这个好了，我先抽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拉住。来跟这根哦，都可以，没事。没有哎，对呀，中了，没有嘛，没有那么容易中啦。没难，哎，八根抽三根，那八分之五。哪有那么衰嘛？啊、这个呢？一份衰，不会衰啦。没事嘛。过了。就是要送点奖金的啦。速度快一点啦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过了。为什么？但我很赶呢。没有。你们是来跑？前面路太长了。没有。对呀。多留一点时间呐。对呀。哦，这根。确定吗？确定。1、2、3。没事。哎，这个
个蓄水量还蛮多的哈、啊。对、啊，很多呢。不要看到小小，里面蛮多水的、啊。还在下，还在下。他们刚刚跟我说只有一点点，怎么是这样？你真的是，你怎么会相信厕所单位的话？你真是水姑娘哎、欸！谁没水啊？好，谢谢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不不不不，思雅来了，你们两位，你们两位来了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思雅还有迟到水，投一下，投一下啦。我跟你讲哈，来了，因为怎么那么认真表演还变成这样？这样子的，这么用心，还花钱买衣服。哦，现在真心话讲出来了哦，真心话讲出来了。埋怨呢？来，一个丢钱呢、啊，谁丢？你丢好了。好，你丢钱呢？然后他刚刚丢500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抛高一点哈。一二。对呀，不可能两次都500啦。两个人一起得哈，两个人一起得，不错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来了来了。可是会不会归零？我好害怕。小心哦，哎，思雅尽力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就有一个不祥的预兆，好吧？最少的要抛很高哦，要抛很高哦，乘二，好，抛很高哦，1万，加油，1万哦，快进到了。我们最少的也归零啊，最多的也归零呢，好厉害哦！厂子不干净，厂子不干净。你们两个可以合伙去卖龟苓膏，哎，应该生意会不错。怎么意思？2000龟，好烂啊！这样啦 ，I'm sorry， 太衰了啦。完全没办法，好不好？该来的总是要来。对，龟苓已经进入到前三名了，那么这两位。苦情姐妹花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好吧？2017十大经典表演第三名，获得41262张票，4万了，完全不想得奖，全意味，完全，你们笑一下好不好？就这不想得奖，现在镜头在你们身上，特写，对啊，不想得奖，是吗 ？The winner goes to。严艺格，哦，有什么心得吗？谢谢，获得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有奖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那这个表演应该就是歌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，那一些精彩的回顾，看一下，嗯。几位歌手里面，他的共鸣是最漂亮的，很漂亮。我觉得他唱的太棒了。你这一首歌唱完，让我忘了原唱是什么，唱出一个新的生命。还是你刚原本就不喜欢啊？原来那首歌其实我是没喜欢。来发表得奖感言。其实真的蛮感谢综艺大热门让我再次有舞台，因为我曾经也失去过舞台一次，然后等了7年才终于可以发我的首张专辑，就可以来大热门跟大家唱歌，唱给大家听。然后我第二次来竟然还跟张信哲大哥合唱到了，就是你，他选你，对，他喜欢你的声音，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个机会，所以真的谢谢大人们给我一个舞台让我做最热爱的事情。第三名也是非常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总共才来了2次而已嘛，今天算是第三次，我的命中率很高哎，把把都中，对啊，2次就中1次，而且还第三名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好好加油，接着下来我们一样要让你拿奖金，嗯，对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拿奖金为什么会怕呢？吹乒乓球，吹乒乓球，光明正大的拿，来，就直接的指力阿丘板。好的，指力阿丘板，这里有奥巴马跟金正恩，好吧？厉
人代表一个。金正恩，你是奥巴马，那你就按这边，你就按这边，那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他就有力量，就会开始哈。好，一边开始。我没有到过法院，你跟庆哥多学学嘛。来来来来，这心跳会加速哎。预备，开始。喂，太夸张了吧？你这太夸张了，你太夸张了。你太可妥哎。好，我来。你用你的。太厉害了耶！预备。哎哦好，开始。三战三胜。哦，要一直按，要一直按。他赢两次了，他赢两次了，对，赢两次了，恭喜获胜。掷骰子拿奖金，哇，我们今天真的给出巨额的奖金了哈，太多太多了。对对 对, 對，来，请投，高一点，是抽奖运超烂的，然后今天竟然对，当然还有这一关，不要在小光面前说，继续，来来来，继续，加油！马上到底，小伙子，投中一万的了，投中一万的，要一万很高，现在看这个芝芝了啊，芝芝啊，拜托，很高，要包很高哦，一个，啊，哦，健哥。撇了，没问题，再送你一组喇叭。哦，好吧，歌手要听音乐，这个喇叭。第四次补货，刚刚到货，送你一组新的。喇叭很厉害，已经来了四组，喇叭超厉害。好吧，就再送你一组，记得要给人家哈，还有一万块的奖金。来，那既然这样，你为我们表演一首吧，哈。好。来，阎罗王串烧歌。却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。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。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，别后悔就算错过，再以后你想不勉强起我，还算不错，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，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，你
山岳里，人海里独行，一座座陌生城市，一天天适应，一次次面对困境，一场场战役，但是可以自豪的是我拼我自己，活成今天这样还算满意。走到这里，我有脆弱，也有勇气，我有我自己。每次当沮丧缠身，也汹涌来袭，总会有声音来提醒，不要辜负了自己。啊，是自己的知己，总会陪我笑，陪我哭，陪我爱，陪我痛，陪我在跌倒后。我很确定不用畏惧，给你这些就没那些，生命很公平，就算羡慕也不妒忌，我有我自己。每次的沮丧缠身，也汹涌来袭，总会有声音来提醒，哇，感动感动，有没有看到这？能够这样唱，这个一股脑这样下来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四五首歌都那么辛苦了，更何况人家那个在小巨蛋连续唱十五首的，太可怕了。有张学友嘛？张学友真的好厉害。对，张学友太厉害。世界巡回，九分钟卖6万张，卖完嘞！赞赞赞！学友哥，是我。看看第二名，好可爱。你爱一个人，你的单你算了算了，要颁发第二名了，真的是非七月我唱给鬼听了啊，对，七二八，这是七月唱的，你就是唱给鬼听了，是七二八，因为是农历，没关系啊，你放心啊，我卖几张票都是满座，是是是，对呀。都会满座，容纳好几万呢、欸。会不会都没有看到什么？就是每一个座位上有两个眼睛这样。太恐怖了。好，第二名，好，83472张，这个到了一个要劲，八万多张啊！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哎呦 ，The winner goes to 王仁甫。哎，仁甫哥，来，一起来看，回顾一下。最多的，我们来综合的有些永和的，综合的永和的永和部门有些综合的永和，一直在混，一直在混，从头混到尾，路路路有混，综合的综合路有些永和的综合路，永和的永和路没接综合的永和路，永和的综合路有些永和的永和路，综合的永和路没接综合的综合路，永和中正路从锦屏路接综合中正路，永和中山路直接接上了综合中山路，永和的中正路接上了综合中山路，综合的中正路却不接综合中山路，永和。这么屌的歌词一定不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是我。我没有那么有才。嘿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们来这个访问到仁甫，因为刚好在出外景了，好吧？哎，仁甫，哎，得奖感言。非常谢谢大家对于我表演的支持。这次呢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到现场去领这个奖项。不过呢，对于这个表演，我个人一开始是抱持着很好玩，然后呢，我也很喜欢 rap。然后呢，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东西。然后看了这个歌词之后，我觉得很有趣，然后跟传说去结合在一起。然后一直想要尝试这样子的音乐作品。然后呢，谢谢综艺大人们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让我可以好好的 rap 给大家听。然后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。那希望接下来呢，很快有一些不一样的音乐作品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再看到一些 rap 的表演。然后也要再次谢谢大家的肯定，谢谢所有投我票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再来一次我们，一名唱片。哦，哎呀。第一名，一定就是他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现在现场只有一个人是没有的。我不是跟小鬼一样，会不会打开来重缺？哇，那 OK 哦，陪榜。
错。哎、欸，这个尴尬是真的很尴尬，太尴尬。我一定要看到第一名玩的游戏，我才甘愿。我给你走，我给你走，全部都玩，只有他没玩，欸、我没跟你走。虫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虫哥，我跟你讲，现在鞋子担心的不是说。那个这个游戏怎么凌虐或什么？他担心的第一名不是他。对，在这边坐了老半天，然后也只有我没事。就是赢了另外一个表演，不是我。没有没有，那就真的是邀请你来看，你来看王仁甫得亚军。太过分了。投票数98391。这个选立委就是笃定两席的啦，铁皮有没有？一定上，稳上了。The win。要讲吗？真的要搬吗？搬到第二名就好了啦。哎，这真的会有点尴尬哎，尴尬尴尬，有点尴尬，尴尬。叫阿咪老师念好了。98391票，91票，第一名得奖人小赖。另外的表演得冠军嘛，小赖，对啊，就是他，不是已经第，那个是小瓜，是西小瓜，今天也没来就对了，是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小赖的得奖感言，来，春仙子，耶。吓一跳！这个真的，鞋子哥，谢。说真的坐在那边还就到最后一刻，真的没讲我，我可能会流泪。98391，快10万票，谢谢，因为粉丝们真的很支持啦，就是。就没想到一个中元节啊！我刚讲小赖，他们那 LED 板子整个掉下来。那先看一下这个精彩的回顾啊，冠军来了！哎呦，好可怕！更合理是不是？对，我也在想说，当初五六怎么这样对？对啊，以前很有灵魂呢。以前那个歌听起来反正死气沉沉，还攻击了。掌声在鼓励。因为好久不见，他还结合了大悲咒，是好像不叫大悲咒了啊。那不知道什么创作者郭子写的嘛？我荣幸，我荣幸。哎呀呀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对呀，你看就是不一样。我们来发表一个得奖感言。很谢谢啦。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喜欢《综艺大热门》这个节目，因为就像其实每位参赛者都有讲过了哈，就是很少已经有节目可以好好的表演，或者是唱歌啊。虽然每一次认真表演完呢，最后都还是被宪哥数落，至少。但是至少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可以给大家表演，那就这样啦，没有游戏了，有游戏，来拿出来。第一名你也没有，你第一名就是综合版，他们刚玩过，你都玩一遍。谁不是第一名？来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我的特辑，没啦，骗你的啦，来玩彩中而已的，来。You can do more. OK， 好，那鞋子哥的，来跨界，可以哈，睡，来，我两个三，两个你都这样看我吗？两个，三个三，三个四，四个四，跟哦，四个五，四个五，呀呀呀呀，好差别啊，讨厌的对手，呀呀呀呀呀呀。完美诠释影响，五个五，五个五上。你抓我，你要先开啊！各位观众，上。哎，我怎么有两个？两个五，不是我一个啦，他跳过去的了。没有啦，两个啦。你也不见得有三个啊。我记错了。得。太大意了，小哥。两个五，因为这种状态，我只能赌你有两个五。森林怕个五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归零。
好正面哦，就是不想人家拿奖金就对了，也没有不想，刚有人拿一万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还送两颗喇叭，对啊，对啊，来来，要丢很高哦，哈，是哦，抛高高。一千，翻了老半天才1000。一千如果归零，乘以二了，乘以二了。一千如果归零，其实没亏到什么、欸，比500归零那个好一点。对啊，500归零好惨啊，至少成二。是10000归零才惨。好高哦！哦，不错，不错，恭喜！为什么不是猜到10000啊？不过今天来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表演了，好吧？好啊，一起来欣赏56兴衰史。的故事多精彩，潮红的偶像团体我没乱改，你害怕选择障碍拼命转台，却还是收集了全体的卡牌，记者会有5个大男孩被称为亚洲第一天团，你抱怨说票不好买，我们只好多巡回几站。我难过的是想合体想同台想一起开演唱会总是失败，我以为是代赛，你却说这全是意外。我爽过的是歌唱满戏演满最受欢迎的时代，传奇大麦歌迷会告诉你每一张他都有卖。一放一手一火音乐响起，每个频道都有他们身影，不懂的人们，我的帅气，我的帅气迷倒你闺蜜，现在数计我听天由命，想看合体你要碰碰运气，随时随地始终很有默契，经典神曲始终在你回忆，差点变成4466，想到因为要上推出不方便来陪大家跳舞，不注意就沉默很久，被五月天邀请演出，原来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度过低潮和开民宿，再抽一次敬重人生，何地就能相信永远仍苦，再收一波566依然很狂，粉丝依然追着步伐，放手一波风云变色，好久不见传说战马，你要赶快回避，哎，因为我们有个2017年最烂酸梅奖，有没有？最烂还有前，还有这种奖项，对对对 ，OK OK OK， 对对，我看你赶快离开，有晦气了，有晦气，你抖丢了。表演很烂的前三名也要被拿出来，有吗？有啊！而且我们现在最烂表演，最可怕的是我们要直接视讯打给他们，对啊，通知他们这个噩耗。Hello， 你们得奖喽！对，哎，轩哥，哎，义强，轩哥，你打给我应该是有好事情吧？你在我们综艺大热门的2017年的表演，恭喜得奖了！耶，谢谢谢，就是最烂的第三名。酸梅奖，最烂，哦哦是哦，啊，
我以为是最好的。我们来看看你是哪一个表演得奖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陈彦宇哦，陈冠，难怪，我帽没戴好，那个假发掉了。对的，不过你还好没来到现场，因为得奖的都几乎是被惩罚的。对啊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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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没来就没事噻。哎，好像我要按门铃了，你赶快去接一下，快点。哎，看一下，谁呀？看一下，哎，这么晚了还来我家，真的是稀客。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是不小心假发掉了，为什么？走。处理得很快，你放心了吧？哈，嗯，好，赶快，我们赶快来看第二，一个一个来。喂。是打错电话吗？你室友啊？是你室友，帮我们叫一下人。珍珠，珍珠，喂，哎，宪哥找你啊！珍珠是第二烂爪，第二烂为何？表演长达11分钟的表演，又臭又长，是我们这一集整个收视的最低点。最低点？不可能吧？我一向都是收视率保证啊！我们赶快来看他那一段表演是什么，你自己看一下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看一下。五支队伍输的直接就滚出异能界。很多人问馆长说喜欢什么？我平常喜欢看书、看电影、看电视，但是馆长喜欢动画，我喜欢雷姆。雷姆还是王道。胖子哪里最脏？是背。为什么？因为胖子永远洗不到背啊！太棒了，恭喜大队啦！封神帮啊，算是在这个派别里面属于怪咖的。对，我心想，就是不会这么烂，不要沦落到跟他们一起。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杀进去出发。处理。这也算发绿了，把那个拿起来，哇，好，喂，哎，你看唇色画得真漂亮，哎，这个好看的，这个妆抹得很均匀啊。两位心里面有什么感想？我们让你们两位讲个痛快，好不好？开始，请讲。哎，这，太准了，太准了。七要讲，还好没有让他们讲呢。就是这衰人已经惨成这样，还要讲感言呢、啊？哦，还在那边酝酿，还想发表年度第一名的。好，第一名来了，满小姐会不会直接办告别式啊？哈，语文。哇，你在干嘛？嘿，好棒哦！恭喜你啊，得奖了！想你，恭喜你得奖啦！听说是很厉害的奖，很厉害的奖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基本上你就是今天的冠军啦！你得到2017年年度最烂表演的第一名。怎么可能？事实就摆在眼前了、啊，差不多将近300个表演里面，你是最烂的那一个，不容易耶，不容易耶。300个里面击败200多个这个选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家里等你们，然后你们告诉我是最烂表演，你凭什么？你用哪一种评分标准？哦，是你选的，不是我选的。58万个网友选出来的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烂透，全民投票。对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你看了就知道有没有可能。好，请看。最烂表演，来。可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？可不可以别再遥控星星？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心，在天空还比较容易。
家笑到头很痛。举牌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人啊！观众票选，给我带下去惩罚啦！哇！而且他们怎么进去人家家里的？太快了！而且他还不知道呢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我的妈！家里面等一个颁奖哎！哎，这是我看到你长得最漂亮的一次。哎，青芒打火克呀，安内哦！怎么可能是第一名？你们这个票选不可能呢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但是为节目啊付出啊。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你发自内心世界里面你的想法，你的一个感言，有十分钟的时间让你慢慢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。预备开始。我告诉你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也希望小鬼的唱片大卖，叫做 Human 的演唱会，在 Lakers 是吧？小鬼，你现在心里是在想说，2018绝对不来表演，要来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要来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